在这关呢，第一个野战手册在这个失事的列车里面。那从这个小山坡下来之后，直走，左转，就看到第一本。再来第二本野战手册，从这个地方出来。一直往前走，中途会有这个类似像壕沟的地方，跳上来，然后前面有很多可以爬的攀岩的地方，继续爬上去，走到底。接着往回转，前方有一块石头，绕过去就可以看到第三本。另外第四本野战手册，从这个地方往前跑。穿过这个石头，就可以找到喽。那作为一本呢，从这个地方往后走，看到一个漫无际的沙漠。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小帐篷，还有坦克车，还会有一个敌人。